纪念大会由执行党部主任委员蒋燕士主持，北京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代表2000人出席。会中首先颁奖表扬了63年度有功教师党员、绩优妇女干部、示范小组长、优秀基层干部和优秀学生党员。蒋燕士主任委员接着在会中致辞，他勉励大家要体面革命责任的重大，发扬为党服务的精神，共同为反共复国大业而努力。国史馆馆长黄继禄在会中并且以本党建国光荣事迹和今后奋斗方向发表了专题。